Hello，大家好，我是 Masashu，然后在进行的第二次的 Knock Knock 的游戏录制。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2，然后开始这次的恐怖游戏的第二次录制啦。那之前玩的这一款游戏之后，发现它的风格还蛮，虽然说是恐怖游戏哦，不过它的风格其实还蛮搞笑的哦。好吧，我们先继续游戏再说吧。因为这个游戏我上一次玩的还是玩的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玩这款游戏啊！这款游戏真的很奇怪。你还是家伙，这个主角在一眼长得那么恐怖的样子，然后就拿个手机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好吧，上次我好像玩到这边卡关哦，然后这边好像可以这样放大。总之，我们就是好像要，我们要撑到天亮吧。然后这边会有灯啊什么的，那我们要解开灯。本来就是一个恐怖游戏嘛，然后都要跑出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那现在时间是3:32，好，完全没有过1分钟。好吧，我们先开始，然后就可以上楼梯，上楼梯，反正就是不停的修电灯嘛，然后修电灯，然后就不知道干嘛。那我们要寻找一个像时钟的东西，然后就可以，也不知道可以干嘛。那我们可以开电灯，又可以开锁，我们是水电工兼锁匠。Hello。应该不会突然，因为这游戏的话也是恐怖游戏哦，所以它会突然就是蹦出个什么东西出来吓你之类的，所以它到底会出现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我们就是，那灯怎么熄掉了？Fuck，wait and watch，好吧，这边应该是要我们再等一下，就是它会，什么电灯坏了？Well, I think this thing out here, this let's go, he gonna eat a go now. 别，他是教我讲话的，别，你是不会讲的话是不是啊？他说别。In the window are the burning, I can feel someone, the burner breaker watching me from the outside. 有人从外面看我，好吧，不管你了，休息一下再说。我们要停一下了，冷静，应该是适应那个亮度吧。鬼手印，选。哪里？什么都没有。好吧，我们要小心一点。Open，Hello。那我们好像不需要再跟那个……谁敲我家的门？Shit！开门！我被前后夹击了啊！前后夹击！Fuck you！你竟然这样突然冒出来啦！你到底要玩下怎么玩呢？那游戏很奇怪呢。我才第几关啊？1、2、3、4，第四关而已吧。好吧，这款游戏有得玩了。这款游戏到底真是玩的莫名其妙。我再录一下下，如果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我没有办法做破台的话，我可能就会放弃这款游戏，开始玩别的游戏啊。然后最近我出了一款叫做乐高的游戏，就是 The Marvels，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的乐高游戏版啊。然后我想就是来玩看看。那目前还在取得手的方面，因为那个还需就是英文的哈，我需要找到换换的字幕组。那如果到时候搞好的话，就可以列入我的游戏清单里面，然后就可以准备玩这款游戏。有了，有这个，就是这个，就可以增加时间。对，好吧，应该有了。哎，没有吗？有吗？有。好吧，所以我们就是要寻找那个，然后那个左上面那个看起来像是时钟的东西，那是我的脸吗？但上次那十种东西，让它变成就是，当它满了之后，它就会天亮。天亮之后，我们就可以过关了。所以这游戏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玩。下面电灯坏了，好吧，我们下去看看。我知道你在这里，我不怕你。刚修好了电灯，你又把它用坏了，真的是哈，莫名其妙。又修好了，然后再闭一次眼睛。哦，又有了。这是一直洗这个东西吗？好吧，我们就这边轮回打中就好了，对不对？好吧，来这边。可以。那还是闭眼睛，我们等下睁开眼睛。我们熟悉一下夜市。有没有？怎么又是你？Fuck！好吧，我们下去看看。
敲击响我们的那个船那边的电灯，应该不会突然蹦出来之类的吧？哦，你可以把视角直接拉过去好不好？你每次把视角拉过去，你真的是哦，你又拉过去，我刚说完你又拉过去，你就是不会让我敲个电灯是不是？哪里？哪里？哪里？在哪里？在楼上。门，我的门，每次关我的门干嘛？开门，什么声音？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关电灯，上下楼梯，我们这边耗到天亮就好了，是不是？我们这边耗到天亮。哇，什么声音？谁在叫？有没有恶心的声音？谁发出那么恶心的声音？天亮了没？快点天亮！天亮了没？这也是那个月亮，还是那个样子啊？哪里？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在哪里？开灯！什么声音？就女生的声音，臭娘们的声音。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I can see you. 死角！哎呀，我受伤了！阿干，看到没啦？我受伤了啦，没事。你看受伤那个时间又变回来了哦，差点就可以过关了呢。好吧，下去。独角侠，独角人。可爱，不见了，他又不见了，他用害我的电灯，然后就跑掉了，该死的家伙！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你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你是女的吧？发出女生声音，而且只有脚而已。哎，来找我！啊！不要找我，不要找我，不要找我！而且他在这家伙下面有胸部。好，我下去了。你还在那边呢？该死！卡厕所啦，犯规啦！不理你，我来这边。上面应该有什么东西吗？你在哪里？你不要出声音好不好？吵死了！这边东西，什么东西的吗？有。有没有？你眼睛闭好了没？那你睁开眼睛。这边有什么东西吗？什么都没有。Fuck you！ 哦，他在楼下。这边可以躲吗？哎呦，他在闭眼睛。快点，快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睁开眼睛！他要来了！噔！他在楼下，他应该不会上楼梯吧？是什么？大喇叭？莫名其妙，我的灯都没了。Fuck you！ 修电灯！你在哪里？不要出现！有没有音乐声？在上面，够了，小老，啊不见了，电灯又坏了啦，我念烦呢，我要修电灯，我要上去了，来抓我啊，要叫你就上楼梯来抓我，我要下来了，我要下来了，上楼梯下楼梯，哎我又来了，他又来了。我在这边耗到天亮怎样？在玩你怎样？这只还好，这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另一只，那速度超快的那只是鬼魂还是什么东西的？这只是个形式而已。我不怕你。你说你就过来，修电灯。啊哈！干我的灯，灯！为什么我修好了灯你要把它用坏了，真是可恶。哎，天亮了耶、可是重点是天亮了，为什么月亮还在那边？为什么月亮还在那里？这游戏基本上就是这样玩而已吧。好吧，现在是3:11，所以这个游戏到底怎么样？ You should play this game alone, get out free house before the server. The 什么话歌 leads to yourself free turn, I don't forget anything, what long you
Stop her house and turn on the light in the kitchen room. 并打开所有的灯，每个房间里面打开所有每个房间的灯。Go back to the room you started in. Close your eyes. 关闭眼睛，尝试去发现什么吗？第一个东西 and come to me. 反正就是哦，反正基本上就是它提示你，就是你要不停的去开灯、关灯，然后去找到那些像时钟的东西吧，这样你才能过关。好吧，现在时间是3:42啊，我们又回来了。我们都是梦中梦吗？我们是永无止境的梦。天哪！哪里？Where do the living go? A dream of the great kingdom under my pillow. I don't get it.Where could I have detained my memory? Did you smell my odor? This is 越来越恐怖啊！你。No matter what happened, I have to, or I want to be bound to work. 什么跟听不懂？所以主角是被困在梦里面吧？主角应该是被困在梦里面，所以我们要帮助主角逃出这个无止境的地狱，是那个无止境的轮回吧。An old man gave me the diary and I was first learned how to write. 他说我应该写我的什么 into my time, 看不懂什么东东 block put in, 我要学他讲话，只张开嘴巴的嘴角而已，然后右边嘴巴嘴角要闭起来，这样讲话才会怪怪的，像歪嘴巴一样。好啦，随便啦。墙边的墙壁好真实哦。完整哦。My father worked here before I didn't belong before him. My grandfather and a son which my parents 什么搞不懂。啊，反正他祖父第一祖代他祖代十几代都在这边工作吧。没青菜啦，那不是重点啦，观众不想要看你丑八怪。门又开了，自动门。好吧，所以在这边，左上角那个石头没有在变动。I am so busy. The dream that I have taken the sample of each thing here. I have to catch the composition. The sun, the 上面看不懂。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这边应该是不会什么鬼怪出现吧？应该是吧。这边呢？快闭眼睛，睁开眼睛，闭眼睛，怎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熄掉了，修电灯。我们来探索一下，看看这个房子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先不要贸然出去，好不好？这边看有什么吗 ？Let's forget the individual mind. I remember. 小编啊，吵死了！讲话不好好讲话，没认真讲话，莫名其妙。所以在灯光之下，我们到底是什么在？如果关灯的话会怎么样呢？不怎样吧，我们只是走路变得比较畸形而已。是有那么暗是不是啦？走路怎么这样子？好，我们出去了。然后上次好像出来之后就会好像会随机遇到一个小女孩，然后那小女孩虽然我走过去遇到她也碰到她，虽然不知道那小女孩是干嘛的。反正我们现在走都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啊。好吧，我们就随便走，然后随机出现什么房子之类的东西吧。然后这家伙走路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你就不能正常一点走路吗？你就那哒哒哒，好吧，不知道会不会遇到那个小女孩。哒哒，现在是3:46，哒哒，啊，这边的树墩很恐怖哦，那树墩像个死鬼脸在那边，哒哒，为什么只要往上走？我可以往下走啊 ，S 型跑法。哒哒哒，这样到底要干嘛？莫名其妙，这游戏真的有点怪怪的。
你要么就直接一个正常路线给我走就过。哎，有了房子在那边。我们一定要进去吗？好吧，我们只能进去，我们也不能干嘛。好吧，下一关，那是什么东西？眼睛吗？酷怪呢？所以它是一个房子，一个眼睛，一个房子，一个眼睛吧。好吧，我们又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主角还是一脸塞饼，一脸臭脸。好吧，我们看一下哦。I think the same. 这边呢？看一下地图哦，这里还蛮大的呢。好吧，我们走右边，先走右边好了。右手法则定律，先往右边走。地上那白白的是什么东西？白白的东东，地上有白色不明的物体，是谁之前住在这边吗？快睁开眼睛！The ghost lightly rolling the coin in the dark。什么 ？Ghost lightly rolling coin 喜欢在黑暗中 ？Because 因为 the shadow it enter the wall of your home。黑暗吃掉了这些墙，你家的墙，黑暗吃掉你这些墙。How can this be here? I can't remember.I don't buy this at all. Did someone get into the room? A white eye swimming and the permanent diary? The Columbo? 好了，随便啦。反正就是，我要尽量保持就是房屋的光亮吧，亮度。一些鬼喜欢黑暗，应该是这样吧。好吧，这边有什么东西吗？什么都没有。红尘一个，那么大的房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是好浪费人家的房间。怪你家住那么大，你家什么东西都不放，你要么也放张椅子，放张桌子，放张什么东西都好嘛，你什么都不放。好吧，这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吧，下一间房间得是怎样住那么高？噔，亮晶晶。哦，有了，耶！第一个，往破关之路，还有下一。好吧，我现在是往下面走好了。可恶，这是地下室哦。哪里？哦，吓到我了。树叶，那只是个树叶而已。为什么你家里会突然有一个树叶团这样滚过来？这怎样？这是铁柱，你是不是？以前大家在做那个什么酷刑的那种，然后就可以躲在后面吧。好吧，我就去往左边好了，看左边有什么东西。等一下，放大一下，好吧，应该没什么东西。修灯，重点灯在那边，你竟然在这边修，可以修得到，真的是很厉害呢。He's coming！哎呀，快点，他来了，快睁开眼睛啊！你竟然闭着眼睛走路，你是有病是不是？没用的烂船 ，fuck！ 开门！他在我左边，他在不，他在右边，左右不分了。快开灯！我准备要走汗了。现在时间3:50，这什么东西啦？一堆树叶，没用的树叶。这什么音？奇怪的声音。开灯！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边也没东西啊 ，fuck！ 啊 ，fuck！ 啊，这边有东西，来，快睁开眼睛，又是树叶。The herd birds that gather the round the manor， 看不懂这个单词，我都不会。I opened the night diary to enter myself to all my old self。Just again, but now I feel the land complete restored behind perishable。啊，天灾了！要先要干嘛？他在楼下。飘的鬼，这只鬼在飘啊，飘什么东西呀、啊？没东西 ，fuck！ 我下去了，你不要吓我。你闭嘴！
你不要在那碎碎念。不要闪，不要闪。你在笑什么笑啦？搞吸音啦、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看不到你。好吧，小小停灯。嘻嘻。嗯，什么都没有。哎，等一下，他刚闭眼睛了。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东西啦？怎么都没有啦，干。好吧，那好像可以躲起来。我们先修左边这个电灯。快快快，快点，快点！有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你家是怎样？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好吧，我们要去冒险一下。我们去右边，修修修，修门修门，给你给你，修门修门。哎、欸，怎么右边电灯什么时候按掉了 ？Hello。直接把酒啊！你直接跨山回来啊！洗把酒。哎、欸，这边有啥东西？对、欸，搞睁眼睛啊！什么都没有，这什么、啊？吊形台哦，钩子在那边。酒店灯。把酒把酒，直接把酒得跨。你搞啥青呀？你想青啥回来？酒店灯。哎、欸，眼睛不见了。哟西，快点快点，来个那个雕像那个时钟，那怎么啦？一条破布哦。You have to forget me yet? Do I at the summit purpose you are doing sometime? 不，什么了？这边的，这要干嘛？好吧，开下一个房间门。我想要下面有鬼怪。有下一个房间，之前还是什么都没有吗？快闭眼睛，给我闭眼睛，不闭好吧，不闭就算了。下一间，闭眼睛，闭眼睛，闭眼睛，不闭，眼睛睁那么大干嘛？你要吓谁？快闭眼睛，哦有闭眼睛，闭眼睛了，快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快点睁开眼睛，你的刺猬头，那红色的刺猬头，那好了没了？这什么东西呀、啊？你一下这些东西干嘛呢？那么多可以躲的地方，是有屁用哦！好吧，修电灯。马啾啊，可是马啾啦！马啾马啾马啾，点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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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睛是怎样？那眼睛应该怕光吧？用光照亮他的眼睛。结果这边什么都没有，好吧，下一间。那些鬼好像会穿过房子，哎呦，到底是谁？哎，我在开锁，你在那边敲我的门，真烦。The inside man is calling the light， 怎么看不懂？这边呢、啊，先开门再说。不要再敲门了。I feel someone walking around the outer door。在敲什么敲啦？什么？哪里？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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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现在是3:56。好吧，又卡关了吧？干 ，fuck you， 要重来哦。哦，反正这游戏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你没事找这种恐怖游戏来玩干嘛？环境又变了啦。你下面还有，那是卧室还是哪里啊？好啦，随便啦，先不管这个那么多，先修电灯再说。希望这个上面有下面的电灯，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修好。主角真的超强的，有没有？电灯明明就离你那么远，你还可以修到它。
噔噔噔 ，open， 修修修 ，key， 睁开眼，睁开眼，巨龙巨龙，你睁开眼，哇，一家烂船啦、啊！感谢感谢主 ，everything is in the door，I just need to remember to turn off the light when I go and never know the there's something at home。好吧，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玩，不用你教我的了。反正我们就是要不停的修电灯，不停修电灯，然后找到那些时钟这些东西，然后等，然后挨到天亮就可以了。快睁开眼睛，睁开眼睛，赶快发现什么东西！快点，快点，快点！哦，一堆话，没用的屁话，呵呵，没用的屁话是有屁用。该死，啊，下一个。然后右边那个房间那么大，你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你又在闭眼睛了？你要发现什么东西吗？嗯，有没有？还是烂玩？你是乞丐是不是啊？你个玩在那边。There is the 什么？天空是怎样？天空我没看到。天空怎样？天空还是暗的，我知道了。右边还有房间，去左边好了。左边都讲错，我现在左身都是左右副本的，左边跟右边分不清楚。嘘，哥哥啊。你的开门声音可以不要那么恐怖吗？啊，这游戏真的是好烦呢！闭眼睛，我们可以出去哦！有了，有了，有了 ！Yes！ 哦，他那么远，应该是不是就过来吧？哇，下一个房间，下一个房间，快点，快点，快点！哪里？什么声音？你在哪里？你不要吓我！谁关了我的门？你在哪里？看不到你。有没有东西？没有。什么声音？开门。修电灯。小电工来了。你的好邻居来了。嗯，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fuck。真的什么都没有。你娘。好吧，下一个房间。弹腿辣妹，弹腿辣妹，弹腿辣妹来了。绕跑时间到了，三推拉米，你追不到我，你追不到我，好吧，看看右边这边有什么，什么声音？你不要在那边扯扯凉喝吧，扯扯凉那种，闭眼睛了，闭眼睛了，哎，闭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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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啊？哦，各位都没屁用东西，那是雕像还是什么东西？好吧，随便啦，我们去右边看看。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I can see you. 不要吓我，手机响了。好吧，修个电灯。叮 ，Yes。啊哈 ，Yes。哦，现在呢？下一个房间。修修修修 ，Don't do this！ 我就是要做怎样？你叫我不要做，我就不做。到底是他在哪里？看不到他。黑手。好吧，我们去右下面那个房间，看起来像是浴室的地方好了。看看他会不会在那边洗澡。把酒，把酒，不洗几两把酒。I know that when the light turns, the homers will simply friends。看不懂。Yes. 哎耶 ，Yeah， 时间到了 ，Yeah， 我过关了，过关了 ，Yeah， 天亮了，好吧，大概知道怎么玩这款游戏了，但这款游戏有点莫名其妙的。The something new, the something news, new. This is a game which should be played in the dark. 这游戏必须在黑暗中玩。You will sit in the front of the window and close your eyes. The imagine it and something new appear. 哎呦，昨天英文不好啦，我只能大概念一下而已哈。Say this to yourself. It's here
I simply depressed in the before now, the report that you feel when someone in the watching you turn to dwindle when he leaves the room. 当有个什么在看你的时候，你请离开那个房间，就是刚刚那个眼睛吧，不然就会被他吸走之类的。好吧，下一关，耶、yeah, ，太好了，我们还有破台的，我们离破台还有多远？这款游戏应该也是蛮长的，也是它，可是它的游玩方式应该就只有这样一把，应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吧。好了，所以这款游戏的话，应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也是列入游戏性的最后一个。那目前的话就是，你的房间怎么越来越大？你家的房子很大嘞，而且每一个都不一样。它完全不一样。I remember the love and happiness got the world. 好啦，不是重点啦，反正现在就是我准备收台啦。那这款游戏就是准备要录到这边啦。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按左下的订阅。喜欢那这款游戏，我会尽量把它完成到破台哦。不过就是要花一些时间来玩这款游戏，毕竟还有其他游戏要做录制。然后最近的话，我会去找那个乐高的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的游戏来玩。那如果 OK 的话，就会准备加入我的游戏清单里面。那现在还是一样做其他游戏录制。那下一款游戏录制是那个 The Inner World， 就是那个内心游戏啊，什么内心世界，就是那一款看起来像是美国卡通的那款游戏。然后我先做那款游戏录制，因为那款游戏的话都是它都是英文啊，比起这款游戏来说，它的解谜程度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游戏比较偏恐怖动作这样，也不是恐怖动作，就是恐怖游戏这样。那另一款可能比较偏益智类型，重点都是英文，所以那一款游戏可能会比较难做录制啦。那我就先再看情况啦，那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好啦，那我这次游戏录制先这边先结束啦。那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的话，就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喜欢。那我要先这边先收台哦，那就是谢谢观赏，拜拜。